体系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乐。是的，我今天呢就是来这边用头发，然后我就想到说，既然我都来找阿乐了，为什么不来学一些新发型？那我的频道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美妆保养，然后还有一些东京的吃吃喝喝。如果你有对这样的主题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开启通知小铃铛。我在讲话。最近啊，很流行乘风破浪的姐姐，然后王心凌不是整个就又在爆红吗？对对。我们今天就来复刻三个经典的王心凌发型。夏天其实有时候真的很热，我就很想要做一些发型的变化，但不能太难哦，因为太难我回家我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用。可以。第一个发型，我觉得一定要复刻的就是她最经典《爱你》的高马尾，这应该不会很难吧？王心凌爱你这次 MV 里面的高马尾，其实大家会觉得哇，看起来很青春，很像高中生里面的那种青春洋溢感。对，那青春洋溢感怎么做到？其实非常简单，你的那个颅顶的高度你要做出来。爱你这个 MV 里面的王心凌是有刘海的，但是你的目前现在的条件是没有的。在这样子的条件下，我们要怎么让高马尾看起来更有青春洋溢的感觉？第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要分成两个区块去绑这个马尾。哦，对。就是你从耳前先画前半头，对，就先这样子绑好。嗯，对。从这边我们要这样子集中到这个握拳的这个点，全部都要中间这边也是集中在这个点，不要怕说绑起来会像布袋戏。其实这样子绑起来的高度会更有高校生青春洋溢感。这一撮绑好了嘛？对，我们就先放旁边。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绑下面这边，往中间这个集中，往这个点集中，跟上面的那一把，绑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你的马尾非常的扎实，不会因为你走路走一走啊，它就松掉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像我的头发最近刚剪一个长度毛，所以如果整个绑那么高，其实下面很容易会松掉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要分成两个区块绑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如果你要一个非常稳固的马尾啊，就是你的发量啊，需要多绑几条橡皮筋。哦，对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哦，大家觉得这样子的高度应该就已经是极限了吧？对。对，其实它还可以再更挺。还可以更挺。因为越挺看起来就越年轻。教大家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小细节，我们只需要一个毛夹，然后我们毛夹放在头顶，在这个点，就是马尾前面的橡皮筋这个点，插毛夹进去，插进去之后往下往后扣，你看，它其实就立起来了。哇，原来是这种小撇步。对，发量太多的，对，那你就多插几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立起来的哦。对，都是用这样子立起来的。像乙烯的头发，对，它现在是很死直的状态，再用离子夹尾巴凹一点弯度卷度，其实就可以了。我这个是有烫那个缩毛矫正，我觉得一般人的头发其实通常不会这么直硬啦，通常就是如果你一睡醒，大概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弯度在，你就不用特别再用离子夹整理。So my head close to my chest, so dear, but they... 高马尾这样看起来好像真的有比较年轻哎，而且脸看起来会比较长。因为我原本想说，我平常绑高马尾看起来都是比较霸气的感觉。第一个发型的重点就是教大家绑出一个高马尾，不要青春洋溢也没有关系，但是重点就是高马尾。我觉得我今天有学到一个，就是用毛夹撑出一个撑高，对，这个技巧真的很棒。第二个重点就是你想要让下面的线条看起来更顺，你可以在下面加一点弯度。建议中长发的女生不要夹卷度，就是把尾巴夹弯就好了。因为如果夹卷度绑高马尾，看起来会有点不行，会老成熟。对对对对。所以就是这一段顺顺的，后来尾巴一点点弯。对对，这样子看起来会有一个很俏丽，很像芭比的感觉。再来，你旁边会稍微有拉一点点小须须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随性感，越随性看起来就会越年轻。用手去抓线条，看起来会更自然，而且这个撑起来啊，一整天都不会塌掉，因为你里面就有钢筋骨架的概念。对，就是。
是撑着。接下来就进入到下一个发型，那我觉得下一个发型也算是最近很红的，对，继爱你之后，另外一首歌叫做大眠，算是一个双辫子。对，它在 MV 里面是双辫子头，然后就是有点无害感嘛。这个我做得出来吗？我长那么凶狠呢、欸？我觉得它的那个发型精髓不是在辫子头、欸，对，是它在 MV 里面风吹啊，后来就是会有一些抽丝感。对，对，我觉得那抽丝感就非常的空灵。他的那张专辑里面，他也是有刘海的。对。然后我们就是这次就是复刻一个没有刘海版的，对，因为大眠的发型。因为我觉得没有刘海就没关系。如果不管你是有刘海没刘海，重点是那个怎么绑这个东西。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他这边头顶的地方，就是怎么样去拉一些线条，让它看起来更随性自然。第二个发型其实非常简单嘛，一刚开始我们就是后面就是先画Z 字型，把它剖成两半。Z 字型只是让你后面的分线不要看起来太明显。我讲的是简易版的哦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轻易上手这个发型。对，因为太专业，我回家我也不会绑。那我们就是三股辫，应该大家每个女孩子应该都会编吧？最简单的那一种吗？对，最简单的。哦哦哦，会。你就是先编，编的重点就是你第一个点的落点要再落在耳后，先落在这个点。嗯，这样子编。先不用管前面这边好不好看，你就是先把两撮绑出来，把它扎扎实实的绑紧，最尾巴的地方要稍微这样子折一下，把它凹进去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已经完成了80%。八十。然后嘞，来，最后我们就是开始抽这边的丝。对。对，可是抽丝很吃各位观众们的发型师怎么剪你们的轮廓的线条、前面是没有层次，可能这个东西会有点做不太到，你可能就需要一些热工具的辅助，像这边，但是它是没有什么层次的状态的话，你可能就需要一些板夹、热工具，就比方说就是要稍微凹一下。在夹刘海的部分，好像也不用特别，就是要这样。嗯，不用。感觉好像在上面夹一个弯度就。我们在夹的话，主要是你的板夹要把你的发根给撑蓬。哦。所以你就是在发根的地方这样凹一下，凹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尾巴的地方自然就会有一些垂落的线条。如果你真的非常在乎那个细节，对，你可以把头顶这样稍微这样拉松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啊、做完了。做完了。这么快。就很简单。When I find my favorite book,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随性的发型，然后又非常的简单。这种麻花辫啊，非常日常，再多一点小小的细节，抽一点丝，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时髦。那接下来第三个发型，王心凌在《乘风破浪姐姐》里面呢，后台还有绑一个。很像小公主的发型，对。但那个头，我实在也是不知道我能不能驾驭哎。那个发型是所有女性短头发的女生绑那样子也蛮可爱的哦，像是一个小公主，对，小公主的发型。然后应该也很多人跟你敲碗吧，就是很想要知道那个怎么做。所以这个发型是自己在家也很好，非常简单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多简单，快速简单，就跟刚刚绑高马尾一样，对。斜上方这样画到头顶的中心点，对，抓住这一撮头发，对，绑的时候我们不要拉，直接绑到这么紧，我们可以绑松一点，这样子之后呢，这边这样子打开这一根，往前往内塞，这样塞，塞了之后呢，拉紧，哇，然后另外一边，好，边让我绑好了。斜后，对，大概这个位置，对，这个位置，对，斜后的位置，对，好，那我大概这样，对，好，然后咧，从这边剖一半，往前，对，往前塞，嗯，好，然后呢，在拉的时候你要往后，哦，所以头发要先往后放，对。再拉，对，有吗？好像有嗎。然后这边是不是看起来就会扁扁的？对，这边这样子把它抽起来，哦，让你的颅顶看起来比较高，抽出一个蓬度，抽出一个蓬度，再用板夹把尾巴夹一点弯度，哦，一切就和谐了。好。
看这一半，是不是这样夹了卷度之后就变成可爱？对，对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刚刚阿乐这边夹完，感觉就有一种比较小公主的感觉，可爱感嘛。然后这边就哎，刚、欸、睡醒，什么事这样？什么事？对。而且你不用整个夹，你只要夹表面，后来尾巴这边会直直的嘛。对。你就把尾巴这样子往内凹就好了。主要是表面跟这两撮的卷度。哦，这个蓬度好可爱哦！我是说头发，不是说我也有啦，可爱。没有没有，我怕被骂。怕被骂。嗯。这个头发呢，它的难度可能是在你要上卷度这件事情。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小时候妈妈帮女儿绑的公主头的一个小小变化版。嗯、不得不说，你没上卷度看起来就是会很像小杂毛。对，这个可能就要稍微练习一下。不太敢尝试的话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前面两个发型。哎、欸，但我觉得这个发型，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你现在这个面相。哦。对，因为我平常也没有看过你绑得这么 Q，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，因为我就是长得就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呐、啊，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驾驭这种发型。那不知道今天大家看完这个发型，大家最喜欢哪一个，或者是最想要尝试哪一个，或觉得我最适合哪一个呢？就欢迎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我跟阿乐，如果大家接下来想要敲碗看任何跟发型有关的主题，就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。然后我会把阿乐的 IG 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然后如果你们觉得阿乐很帅啊，或者是你们想要就是见他本人，然后来找他用头发，或者是也可以在下面就是可以自己联络他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，拜拜，拜拜。